端午节睇龙舟比赛，除咗享受速度与激情，鼓手都可以好亮眼噶。呢位龙舟女鼓手早前喺 Instagram 分享坐喺龙舟上面嘅靓相，因为生得甜美兼好身材，社交追踪平台人数暴升啊！虽然在端午节当日就似乎见不到他出赛，但是他都 upload 了泳衣相派福利给网民。不过网民就觉得都是之前的比基尼造型性感一些。他平时就行开清纯少女路线，真实的身份似乎是一名护士，曾经分享过毕业相，他亦都透露自己有男朋友的了。